平平在干嘛？嗯？你在干嘛？吃蛋糕。为什么在吃蛋糕？半夜为什么吃蛋糕？因为你不吃牛奶，不喝牛奶这个频道，心情很沮丧，我觉得吃点蛋糕就开心一点。真的吗？我不信你。为什么我不喝牛奶关你什么事呢？为什么你要吃蛋糕罪恶这样呢？说啊！你说什么？为什么我不喝牛奶你就要吃蛋糕呢？我不罪恶你就要罪恶啊！我喝牛奶那不叫罪恶，喝牛奶就是罪恶好不好？那不叫罪恶，那就是罪恶。不想跟你讲话。为什么不想跟我讲话？很讨厌。喝牛奶就是罪恶嘛？这么胖。胖。啊！我早上喝牛奶可以吗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没空，没时间。我你已经倒出来了，你只要收住，明天早上我喝可以吗？酱牛奶。为什么？酱牛奶不新鲜。为什么？你会太录像了。